你别推我！哎呦，我衣服都……哎，我衣服掉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箱子都给你摔坏了。没钱就别住房啊！走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咱走！我告诉你，等我有钱了，我把这破楼给你买下来，改成厕所。 姐不在家吗？哎呀，你姐出去了。哎，我说儿子，你找到工作了吗？那你最近找美洋谈过没有啊？不是，妈，你那有钱吗？钱，你要钱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有特别好的机会，投资我需要钱。你身上有多少钱，你全都给我，回头按银行两倍利息给你，好吧？ 投资，那你这一投资，不就又打水漂了吗？哎呀，不生气你给我准备吧啊！不生气吗？真不生气。怎么了，穆迪？ 妈妈突然想起来带你去秦淮阿姨家玩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走。哎，你今天去郑海了？嗯，有点事儿，和段总聊了一会儿。你跟郑海的段总很熟吗？啊，还可以吧。以前我在 PEG 的时候，郑海是我们的大客户啊。你看。 知道吗？我想让你来操盘我国内广告公司这个想法，一直都没有变过。这个位子一直是给你留着的。公司一旦开始运营，如果想和 PEG 这样的公司来抢夺市场，最需要的就是郑海这样的大客户，来打开局面，树立口碑。罗马城又不是一个人建起来，你公司刚成立就想吞下郑海这么大的客户。 太不现实了，还是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从一般的客户做起，逐渐打下基础，累积实力。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公司迅速的扩大壮大起来？你知道，虽然华盛是跨界投资，但华盛不缺钱。可能别的人有办法吧，但是我从 PAG 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我的经营理念从来都不是钱，是人。如果我们把 PAG 整个班子挖过来，钱值多不少。挖人墙角啊，釜底抽薪啊，这可是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机会，这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。哎，职业道德现在值几个钱？你只要能把班子搭起来，客户拉过来，我答应。 除了年薪之外，我可以给你公司10%的岗位。陆总，咱们今天如果只谈工作的话，我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这不也是随便聊顺口就聊到这儿了吗？那肯定是以公事为辅，私事为主。
我今天有点累了，送我回去吧。不睡了？你说这夏凡，二又无赖吧？他又干嘛一天一天的折腾你？你要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我给他人道毁灭啊？ 洪欢，你说你心理医生，你给我支个招，我该怎么弄？其实吧，现实问题，心理医生也解决不了。哎，我在这儿住一段，就搬走啊。等到下凡这死软胆劲儿过去了，住，可劲儿住啊！ 小凡，你幡然悔悟了。啊。又要改邪归正了。啊。嗯，是不是又要好好踏踏实实做人了呀？啊，是。而且你还想让我帮你找份工作，在你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，让我再帮你一次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就是这意思，亲爱的。这个事儿吧，那你得让我好好想想了。 哎呦，你别想了，你这次帮我一回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反正我已经想好了。你答应帮我了，太好了。你觉得脑子上被驴踢了是吗，夏凡？啊，不是丽亚，我这次没有骗你。那你骗我爸也不行啊。我没骗他，我骗他干嘛呀？我这次真的是想让你再帮我一回。装，你再装。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绣花针。哎，不是，哎。 哎呀，二位打领导，把心放在肚子里头，踏踏实实的。我这就安排下去，保证啊质量最好，速度最快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踏实了。好，那咱们撤呗。别，饭都安排好了。行，丁总，张总，怎么伙计来你们焦总？行，刚好公司还有很多事儿。那事儿别问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常来常来常来啊。怎么样？刚才下面来找我了。他找你了。 他说他要什么浪子回头，踏踏实做人，托我给他找份工作。答应了。才没有呢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没看我就没让他进来吗？就怕撵上又甩不掉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绝对不许理他。他要是敢再来找你，腿给他打折。<笑>好了，别生气了。 是你啊，有空吗？啊，有事跟你聊聊。上车。我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吧是。 是走投无路，我身边的人，每个人都躲着我，跟躲瘟神似的。所以你就不停的骚扰美洋。美洋是我孩子妈妈，什么叫我骚扰她？你还知道她是孩子的妈？你就不停的跟她借钱，不停的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别人的身上，这就是男人的作为。不是，我也没办法呀。 我也想做生意，做个大生意，赚一大笔钱带我妈带老婆孩子过好日子啊。那我有本金吗？我没有本金啊。我就想出门找个工作，好好踏实过日子。别人不是嫌我没经验，就是嫌我年纪大了。工作我也找不着啊。人贵自知。你觉得你是做生意的料吗？不是张红星，你今天叫我过来是为了想羞辱我是吗？那我觉得算了。我也没那么闲。
我就想知道，如果有一份正经的工作，你做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成不成我不晓得，但你愿意好好干吗？ 我可把话说在前面，咱就是底薪不高啊，赚钱都得靠提成，但中介这行没别的，嘴勤嘴勤就能赚到钱。你啊，好好干，明天正式来上班，这是我们的业务流程，你先熟悉一下，有什么疑问啊，可以再来问我。洪行，等我聊一下。 阿雪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多年朋友了，应该的。我看你对这个夏凡挺上心了，什么关系啊？也没听说你有这么个亲戚啊。就是朋友。你可得跟我交个实底儿啊！跑业务这会人员流动太快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旁边逛街，看你快下班了，过来接你啊！你也太客气了吧！咱们俩一块儿回去，出商入对的多幸福。麻烦，这是公司，不要拉拉扯扯的。逛了一天了，累了，扶扶都不行。电影院有好看的电影，快去吧！ 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我在内屋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怕把彤彤吵醒了。明天不是还得上学吗？那你上客厅去啊。
你在那儿干嘛呀？哎，你怎么没去上班呢？等等，你跟你说事儿。哎呦，说事儿，家里不好说啊。啊，这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呀？家里生不方便。你看啊，这个陈小玲再待下去就没完没了了。咱们得想个方收拾她。我觉得吧，你先去我舅舅家待几天。啊？咱们现在用的这一招啊，叫空城计。什么空城计呀？ 对呀，你想想看，你不在家，通通住校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，待不了几天，他就该走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走。我们都走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有办法。那好吧，只能这样。 想饿死我，没门儿！喂，外卖吗？嗯，我想点一个辣炒花蛤，还有个麻辣小龙虾。哎，你那儿有面吗？行，你给我来个最快的吧。怎么你要在线支付啊？有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刚回国，只用美金。你只能人民币啊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找找啊。有人民币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我给你找找。 坐吧啊，抓紧点啊！好，好。哼，几十年不变的老花招，想饿死我，没门儿！加速，加速，右边，右边！哎呀！ 临时跑来，给你添了那么麻烦。没有啊，我也是临时想到，不好意思。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只不过呢，你这么突然上来，我还有点措手不及。Wake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。Sophia。 我在 PAG 已经工作了13年了，坦白的说，在这种固定的环境和运行模式之下，让我个人的发展走到了一个瓶颈。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换一个环境，换一种模式来激发我对工作的热情。想好了去哪儿吗？没有，我现在特别享受我。 这种放空的状态，业界还在盛传，你准备去华盛新开的广告公司。维卡，其实无论是代表总部还是代表我个人，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回到 PNG。所以你有任何的条件，你现在可以提出来。公司内部提拔的人选，总部不满意吗？ 公司的那几个人选，你不比我清楚啊？你不也在 Poppy 和 Lily 身上犹豫了很久吗？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你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掌管大局。为此，我们抱着最大的诚意，我可以跟总部申请，继续给你半个月的假期。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
叔叔已经办理好智妍的房卡，请收好。谢谢。几点了，一个个都不回来，躲着我。张红星算你狠，哼，跟我斗你还嫩着点儿。来，彤彤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在干嘛？你不在学校，怎么在家呀？啊，我没出什么事儿啊，老师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从今天开始啊，就不住学校了。我就接了你老师电话才回来的，好好的为什么不住学校了？你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？哎呀，我没犯错。我们学校虽然是寄宿制的，但是它不代表所有人必须住校啊，也可以选择走读的。我可听你爸说了啊，要走读必须家长签字。你别骗我！我知道，妈妈已经帮我签完了。所以说呢，从今年开始，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走读生了。哎呦，陈小玲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做这样的决定有跟我们商量过吗？你负责接送吗？张永新，你冲我吼什么吼啊？我想当女儿，对待会儿有错吗？再说了，这回来是彤彤自己的意愿，我必须要尊重她自己的意愿呀。我还没说你呢。彤彤从国外回来，你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，关起来了。你不用管了是吧？方明，你谈恋爱了吗？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！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哎妈，你哎妈，你哎呀，你们要不就怪我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妈，谁？妈，你没事吧，妈？对呀，这近水楼台不得不防。丽缇姐，您找我过来商量。薇卡的假期延长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薇卡正在考虑回不回来，或者说，她正在判断什么时候回来最合适。你想想，半个月之后。那会是什么时候？半个。哦，对呀，到时候自然界的案子已经接近收官了。这事儿不管干得多漂亮，只要他薇卡一回来，业绩就会算到他头上。那我们不是又白忙活了吗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蛋总，
找回自己谈何容易啊！这世上有这么多成文不成文。老段 ，V 卡，有没有觉得一下这个鸿沟就没了？是，特别亲切。是啊，哎，你也没那么老啊。你就是在干什么？玩呗。啊？你又不陪我玩，我就自己玩呗。哎呦你！这话说的有意思啊，都成天不着家的，你叫我怎么陪你玩啊？你有去儿童医院呢？到那儿啊，就会让我感觉到心灵被净化了。陪那些小孩玩，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啊，这一开心呢，觉得自己的年龄就年轻了好多。看您不是去为了那些孩子吧？去，胡思乱想什么你？要我问你啊，之前我要你从那个 PAG 里面撤出来，你死活不肯。那现在又几天你不出现，你脑袋瓜里在想什么？哟，啊，您在 PAG 也有线人，我还能想什么呀？想着怎么弄就是我呗。这么说你也察觉到这 PAG 有内乱，这么敏感的时期只有那个傻子察觉不到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还不能出手帮忙，我现在要是帮忙了，就让别人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。我要看看对方先怎么出牌。想的还真周到啊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那你看，来陪我玩。哎，这个应该是装在这儿吧。喂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来，直接进来吧，不用换气。这就是我说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特别实用。地板、墙纸干干净净的，那边是厨房，那边洗手间、次卧，这个主卧。这家房地板还有墙壁干干净净的，特别好。关键是洗手间和厨房什么东西都有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，特别方便。哦，您二位慢慢看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你觉得房子怎么样？还行，去洗手间看看。哎，那边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陪客户看房呢，在什么地方？把地址发我。什么事儿啊？见了面再说吧，我马上到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快走，上车说。怎么了？你带我去哪儿啊？去机场。机场干嘛呀？妈病了。得赶紧回家。我妈病了。安喜，怎么样？妈从昨天就开始一直昏迷，到现在都没醒。哎，夏凡，你怎么到现在才通知我们啊？这不是刚查出来吗？妈半年前就觉得一阵一阵的胃痛，刚开始也没在意，后来在我们县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建议她做胃镜，妈不同意，只做了个 B 超，当时呢也没查出来什么大问题，
就说是个肠胃炎，要是他多跑几家医院的话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还非让我瞒着你们，怕你们担心。妈怎么这样？那他现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吗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告给他，长了个瘤是良性的，摘了就好了。哎，姐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是医院的通知单，医生建议马上手术，说采取微创治疗的方案。如果病人家属签了字，明天一早就能安排手术。这字儿，我觉得还是儿子签着比较好。什么？哼，你会炖汤？不打扰你工作。如果一会儿你要休息的话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是不是非得逼我让你去住酒店？住酒店也没什么呀，我给你拿钱。啊，很抱歉啊，你的贷款额度要上限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家属，哎，夏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手术还在进行中，现在的情况必须和你们家属要说明一下。通过术中的活检，肿瘤的扩散与生长，比我们预计的还要严重。微创手术已经不能达到治疗效果。我们分析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病人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
我在这等我妈出来。